家好，我是庄德福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鸡肉料理，这是一道香味浓郁的家常菜，菜名叫做油鸡腿。要如何卤出咸香扑鼻、软 Q 入味？现在告诉你。我是一位专业厨师，从入行就与铁锅为伍。铁锅不含任何涂层，好用又安心，可高温爆炒出诱人的锅气，所以我是一个铁锅重度的爱用者。今天要来开箱一个我想煮煮看的锅子，这是厂商赞助的。建立锅子使用前，请看使用说明书哦。纯粹是它实用性高，外形美观，又有质感，深深吸引了我。真心来分享，它就是大补最新的菲菲锅，胡桃木锅耳，把手，美观不烫手。这铁锅非常适合一锅到底的料理，让你省去换锅洗锅的麻烦，而且煎炒炖卤一锅搞定，快速上桌。不挑锅具，导热快，蓄热强，物理性不粘锅，也可烹调无水料理。温度上来后转中小火烹煮即可，又可以省瓦斯，真是很棒的锅子。这次就用它来料理油鸡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大骨菲菲锅，想进一步了解，影片下方有附连结，可以参考看看哦。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鸡腿四只，青葱两只，姜十五克，姜泥五克，红葱头五十克。准备的香料有：八角三克。桂皮三克，月桂叶两片，甘草三克。备一个卤包袋，把月桂叶两片放进来，桂皮三克，甘草三克，八角三克，全部进来。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卤包。姜切片，青葱切长段，好，切长一点没关系，这等一下要爆香用的。另外这只青葱切葱花，等一下要做葱油酱。先来处理鸡腿，好，鸡腿翻过来哈，这里有一点点内脏。如果是现宰冷藏的鸡腿哈，这个腥味还好；如果是冷冻的哈，因为冷冻有一段时间的，所以这个腥味会很重，好，所以建议哦还是拿掉哈。这里中间血角哈爱提掉，如果那无提掉哈，惊会有臭鬼哈。我们利用汤匙的柄哈。好，这样子把它挖下来，好。好，再看一只哈，这里。好，这很好挖啦，
就这样用汤匙的柄啊，好，利用汤匙这个柄，哈，这样子把它挖出来，内脏跟血块就通通出来了，哈。挖出来后再水洗干净，哈，准备下一个动作，烧一锅水，开火。水烧开了以后，盐一小匙下来，鸡腿下来，穿煮一分钟，时间到了，把鸡腿捞出来，捞出来后水洗干净，备一个汤锅开火，锅子热了以后，沙拉油两大匙下来，红葱头50克下来，温度上来后转中火，煸香，煸出香味以后，姜片葱段下来，再煸香，煸出香气了以后，糖1.5大匙下来，炒出焦糖味。哦，我们现在炒糖不是做酱色哦，我们只要是炒出它的焦糖味就好了。啊，因为锅子的蓄热很好哦，我们先起火。酱油150cc 下来，煮出酱香味，因为这个锅子蓄热非常强，我们要先起火，不然那个酱油会烧过头。好，煮出酱香味以后，水1500cc 下来，再开火，开始调味，白胡椒粉1/2小匙下来，盐1小匙，红糟酱1大匙，绍兴酒60cc，卤包下来，煮至沸腾，汤再次沸腾后转中小火，
捞出浮沫。捞出浮沫后，盖上盖子。哦，不要盖满，留一点点空隙哈。煮五分钟，把卤包的味道煮出来。时间到了，掀开锅盖，鸡腿进来，开中大火煮至沸腾，卤汁再次沸腾后转最小火，盖上锅盖卤五分钟。五分钟大了起火，利用这点盐保持烧的温度，用浸的方式，鸡皮才会完整，才袂破去，鸡腿嘛才会软 Q 入味哦。再焖30分钟，我们现在利用泡熟鸡腿的空档来制作葱油酱，备一个小炒锅，开火。锅子热了以后，香油一大匙下来，转中火，葱花下来，姜泥5克下来，盐1/4小匙下来。稍微炒一下，炒软就可以了哈，不用炒到焦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起火，盛出来。这样就完成了葱油酱。时间到了，掀开锅盖。你看，我们用浸泡的方式哈，鸡皮很完整哦，都没有破，而且色泽也很漂亮哦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把油鸡腿捞出来后放凉，然后表面可以擦上一层香油，可以防止风干哦。准备盛盘。我们用剁刀把鸡腿剁小块一点，如果喜欢吃整只的比较过瘾，也可以不用剁。最后再放上葱油酱，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油鸡腿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香辛料炒香，淋入酱油煮出酱香味，加入红糟酱，色泽油亮更迷人。熄火，利用热度焖熟，才会鲜嫩多汁、软 Q 入味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